我们要教的东西叫做月食。月食，月亮被吃掉。好，月食，天文学的说法就是地球有影子，月亮走进地球的影子里面，月亮就被挡住了，没有反光，就黑掉一块，所以就发生月球被吃掉，所以要发生所谓的月食。所以要月食，所以就是月球走进地球的影子里面，会发生所谓的月食。重点，这图上面什么月相？旺，很好。所以我们说月食必在旺。同理，农历的每一个月都有一次旺，有没有每个月都发生一次月食？没有，为何？跟刚才一样，跟日食的原因一样，因为黄白有个五度的夹角，所以不是。所以月食必在旺，背日食必在朔，月食必在旺，但不是每逢朔旺就有日食跟月食，因为黄白有个五度的夹角。那要怎样才会发生月食呢？跟刚才一样，有两个说法。第一个说法叫做日地月成一条直线，地球在中间。第二个说法是月球落在黄道面上，月相是旺。好，所以日食必在朔，月食必在旺，但不是每逢朔旺都有日食跟月食，因为黄白有个五度的夹角。请问你怎么样的情况才会发生月食呢？说法一，日地月成一条直线，地球在中间。说法二，月球落在黄道面上，同时月相是旺，月相是旺，这样子发生月食。好，一样，月食有三种，跟刚才教日食的时候情况一样。这里的学习重点是要会看图，要会看图。题目也是一样，两种，通常考两种。第一种叫做，请问你月球在这里，你会看到哪一种月食？或者是说想看到这种月食，请问你月球要在哪里？所以要会看图。好，这个图上面中间月球走进地球的本影，刚刚教过了，本影有没有光？没有，本影没有光，所以就是月球完全没有光到月球，所以整个都不反光，整个都没有了，所以要发现什么东西？月全食。所以月全食就是什么？月球走进地球的本影当中，完全走进地球的本影里面，这样就发生月全食。我嘴巴上讲走进本影，完全没有光，整个黑掉。但实际上发生月全食的时候，你常常看到的是一个红棕色或者是古铜色红红的月亮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表面有个大气层，它会把光线折射散射。高中才会教什么叫散射，因为它把阳光散射的关系，然后由于角度的缘故，是红光到达月球表面，所以月球看起来就会红红的，月球会看起来就会红红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有机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月亮？月全食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月亮，像这样昂昂的月亮，红红的月亮。 OK， 所以月全食的时候，因为地球表面大气层散射光线的关系，使红光到达月球表面，你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月亮。好，像这样红色的月亮啊，日食那边就有，月食也有，有什么初亏啦、食尽啦、复原那些专有名词，那个就我用那个不理他，你就不管他了，好，反正就是看看就好。这只要告诉你，你就记得日全月全食就是月亮完全走进地球的本影当中，这时候因为地球表面大气层散射的关系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红红的月亮，这就是月全食。 OK 吗？ OK。 下一个叫做月偏食。月偏食就是月亮有一些走在本影
有一些走在半影，有一些在本影，有一些在半影里面，有一些在本影，有一些在半影里面，因为本影完全没有光就黑掉了，半影呢部分有光部分没有光，部分有光部分没有光啊，所以还是会反光，所以还会亮亮的，所以它有些就有亮，有些就不亮，有些就不亮，好，有些就不亮，所以就是有部分有亮部分没有亮，这样叫做发生月偏食。所以呢，月偏食就是月球走进地，部分走进地球的本影，部分在半影，所以月偏食跟月全食都叫做本影月食，因为他们都跟本影有关系。月全食是完全走进本影，月偏食是部分走进本影，日全食是人在本影，日偏食呢人在半影，跟本影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日偏食跟本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全食是两个，所以我们都叫做本影月食。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，这个月亮有东西被遮住了，比如说左下角被遮住了，全世界只要看得到月亮的都看到它左下角被遮住了，所以月食的可观测范围比较广，只要看得见月亮的都看得到它发生了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月球，它被遮住了全世界都看得到，这样叫做月偏食。月偏食的照片好，月偏食的影片，不过它偏食很小，几乎没有，只有右下角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被遮住。好，月偏食的影片，这样叫做月偏食。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半影月食，半影月食就是月亮完全走在地球的半影中。请问你半影到底有没有光啊？半影有没有光？有，所以月亮有没有反光？有，月亮看起来还是亮，对不对？只是亮的比较怎样？少一点。也因此你用肉眼很难观察出半影月食，因为眼睛看可能看出来说刚才亮一点现在暗一点，所以要借助一些仪器，比如说望远镜或者是摄影机，望远镜去看月球表面一些区阴暗的区域和它的一些变化，哦，就知道更暗了，怎样怎样。或者摄影机拍下来快放，哦，刚才有比刚才暗一点点，这样来看出来。所以半影月食用肉眼很难观察，半影月食用肉眼很难观察，要那个借助一些仪器来帮助你看，这叫做所谓的半影月食。半影月食 ，OK。这是半影月食的影片，你看它稍微，它有稍微暗淡一点点，有没有？稍微淡一点点，稍微暗淡一点点，它还是亮的，只是稍微暗了一点点，是。所以我说用肉眼很难观察，要借助一些仪器的帮忙，要借助一些仪器的帮忙才会知道。好，接下来请背，日食从西方先吃起，月食从东方先吃起，日食从西方先吃起，月食从东方先吃起。老师上课说，地球自转方向，北极向下看逆时钟，由西向东自转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是西边，这边是东边，上面是东，下面是西，月球这样子跑进地球影子里面，请问你上面先遮住还是下面先遮住？上面，上面哪一边？东边。所以我们说月食从哪边先吃起？月食从东边先吃起。然后呢，地球自转方，地球由西向东自转，上面是西边，下面是东边，月亮这样子跑过来遮太阳，月亮这样跑下来遮太阳，请问你先遮上面还是先遮下面？先遮上面，上面是哪一边？西边。所以我们说日食从西方先吃起，
好，这是跟你解释，老话一句，听不懂就给我背，啊，英文用给我背。日食从西方先开始，月食从东方先开始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